柯震东打喷嚏老梗七八，追女神林依晨。我知道，我一定可以成为他一个人的超人。周霸道又有新作啦，改编自他同名小说的打喷嚏将在十月上映。身为监制的刀大金率领林依晨、柯震东、张小龙在北京举办记者会，中国版预告也首度公开。我长大以后请你做一只超级勇敢的男生，你就嫁给我好不好？好啊。为了你，我要最勇敢。描述在充满超级英雄的世界，柯震东从小就暗恋林依晨，没想到长大后林依晨却交了超人男友文太一张小龙。想变强叫我好不好？为了最爱的林依晨，柯震东努力锻炼身体挑战拳王。咦，这是那些年 season 2吗？总觉得好多梗都装在一起啦。我没有你同情我，我也没有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没有跟你要，什么都没有跟你要，但我就是喜欢你嘛。柯震东在预告中咆哮地上升，在那些年对陈妍希告白时也是用吼的，大不了人跟你那么久，这什么都不懂啊。然后告白失败之后一定要去淋雨，为了赢回女神芳心都去参加格斗，穿衣服啦，现在点用啊。柯柯最后这个最赞了，两部都能看到满满柯震东的霸体。苹果娱乐 online 楼上影无误报道。